我愿意和你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。 直到你忘了雨涵为止。 发什么愣啊，妈？苦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修成了正果，妈替你高兴。告诉妈，昨天晚上他对你好不好？ 怎么了？他惹你生气了吗？没有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对你挺好的，你干嘛还愁眉苦脸的？我就是在想，俊杰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。那倒也是，毕竟新婚养儿嘛。他现在在工作，下了班就会回来的。想他了是不是？你放心，他现在已经是你丈夫了。 生子拉在你手里，俊杰再怎么样也走不了的。他要是再敢像以前那样欺负你的话，你就告诉妈妈，我绝饶不了他。不会的，妈，俊杰人很好，他不会欺负我的。你别找他茬儿。都说女心向外，这句话一点都不错。刚已结婚就向着你的丈夫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他要是对你好，我疼他爱他都来不及呢。 怎么会找的茬儿？俊杰跟我说，他现在是苏家的一份子，是苏家的女婿，今后他会加倍努力工作，来报答苏家，孝顺您的。这小子，终于开窍了。怎么样，现在知道结婚的好处了吧？当时让你结婚，你还不乐意呢。 我们母女现在终于是苦尽甘来了，只剩下志伟了。志伟要是在就好了。这小子没有良心，一走就毫无音信。 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把他拉扯成人的妈。妈，你别难过了。我想志伟终有一天会想通，他会回来的。他不会回来了，他心里一定恨死我了。我让他蒙羞。 你还有我安慰，我呢，是。
谁来安慰我？谁知道我的苦？君姐，你还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牵挂，有人相逢，穿透了命运的尘埃，有人相爱，情缘深深深入无海。老罗，哎呀，你可是大忙人啊，怎么今天有空啊？我是来辞行的。啊，你要走了？去哪儿啊？医院派我驻守湖南分院，过几天就得走马上任了。好事啊，来，坐坐坐。老罗啊，你来给我们学校义诊，咱们老同学好不容易才聚到一块儿，现如今你这一走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见。别婆婆妈妈的，哎，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？倒是咱们以后啊，要各自保重啊。哎，老罗，趁你现在还没走，到家里吃个便饭吧，我得给你践行啊。当然了，你不邀请我也会开口。哎，嫂子做的黄酒鸡啊，真是令人口齿留香，回味无穷啊。现在我这一走啊，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吃到。看来这个黄酒鸡啊，比我这个老同学更值得你怀念啊。哎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看就今天晚上吧，顺便把苏老师也叫过来一起聚聚。哎，当时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你老罗呀还真成了大医生啊。来，康康，吃个肉丸子啊！哎，张嘴，来，康，哎，吃一个啊，吃一个啊！哎，来，康康，来，妈妈，妈妈喂你啊！来，我来抱吧。不用了。哎，来，康康，让妈妈好好吃口饭。不用。哎呀，你快吃吧，我喜欢康康让我多抱一下。哎，好。哎，否则呀，我这一去啊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抱得康康啊。你这家伙还真不是一般婆婆妈妈啊。哎，咱们大家伙聚在一块儿吃顿饭真是不容易，我看咱们照几张照片吧。啊，哎哎，等着啊，我拿相机。你快点啊。哎哎，靠拢点啊，拍了啊。哎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来了啊。哎，你们拍一张，你们拍一张啊！啊，郭栋啊，多拍几张啊！哎，你们俩靠近点，来，康康看这儿，看这儿啊！哎，我说呢，我总觉得苏老师像一个人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相宜啊，太像相宜了，你说呢？嗯，苏老师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啊，
我就觉得特别像。老罗，像不像啊？是有点像。哎，快拍，快拍啊！看看，看这儿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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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真像全家福啊！嗯，是很像全家福啊！我哪有这个福气？哎，老罗，我有个小提议啊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康康，康康也这么喜欢你，干脆收康康做干儿子吧，如何？哎呀，康康，没有这个福气的。家里有红包袋吗？给我来一个。哎，家里还有吗？有有有，你等着啊。哦，好，来，妈妈抱。哎呦，小康康，你呀，以后有个干爸爸了，知道吗？来了来了，兴奋。老罗，来，康康。这是干爸给你的见面礼，快收着。说谢谢，说谢谢干爸。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这是小礼。明天呀，干爸就带康康上街去买玩具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好不好啊，康康？啊，你说好，你看他只认钱。老罗，慢走啊。好好好。罗大哥。罗大哥，外面天气冷，这条围巾送给你。这段时间，谢谢你对康康的照顾。康康有冷有热，都是找你，而且你还收康康做了干儿子。我知道你要走了，也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给你。这条围巾是我自己亲手织的。礼轻情意重嘛，希望你能够笑纳。谢谢你，不过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不喜欢吗？这条围巾织得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不过我想，这是你要织给别人的礼物，我要是收下，你不就得另外想其他的办法了吗？你放心好了，这条围巾啊，是我打发时间的时候啊织给自己的，你瞧，这是白色的，男女都能戴。你就笑纳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你。应该的。我来吧。马戏表演好不好看？太精彩了，康康还是第一次看呢，是吧，康康？马戏团里有好多小动物，对不对呀，康康？啊啊，累了。哎，有冰糖葫芦。哟，康康，你看有冰糖葫芦啊，咱们看看去。爸爸买给你吃啊，吃哪个好呢？哎，吃这个。哎，好。好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爸爸，康康，这是糖葫芦。爸爸，糖葫芦。吃吗？再来一串。哦，爸爸又来一串啊！哟，怎么样？好甜啊！好甜呐！最爱吃冰糖葫芦。看看想不想吃啊？好。哟，是爸爸，快打他！爸爸不好。打他！是爸爸不好。回家喽。回家呢。这就是康康的爸爸，没搞错。我亲耳听到康康叫这个男人爸爸的，错不了。可是雨涵说她丈夫死了，那你确信啊？那她为什么要诅咒自己的丈夫？这也许是人夫妻吵架不方便对外人说，瞎编个理由呗。哎，再说你知道我的，我从来都是实事求是，从来不说瞎话的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没有说不相信你。对不起，嗨，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？好啊。
俊杰，你不能再喝了啊！给我，你已经喝醉了。我没喝醉，我很清醒。酒给我。你喝醉了。给我，慢点。你看看你，还说没醉，站都站不稳了。走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去，你走。俊杰，要走你自己走。别等了，去睡吧，估计他不会有事的。或许他和别人在应酬，脱不开身啊。我刚已经问过华副总，今晚厂里根本就没有应酬。华副总也不在他身边，有些事情他也不知道吗？不可能。喂，请问找哪位啊？我找你们大小姐。哦，稍等一下，大小姐，你的电话。你好，我是苏雨桐，你哪位？我是郑玉。是这样的，俊杰他喝醉了，这么晚了我也找不到车，你能不能派车来接他一下？他人在哪儿？大小姐，等一下，让我进去吧，里面都是些买醉的男人，有失你大小姐的身份。不用了，你在这等我就好了。哎，大小姐。谢谢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干了，请你高兴。好，来来来，先干一个。请小姐，来来来，干干干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干什么？长得不错吧？坐，陪大哥喝一杯去。你走开！哎，你敢推我大哥？哎，喝，走。陪大哥喝一杯。走开，大哥，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，连个小妞都搞不定啊！你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俊杰，俊杰，大哥喝一杯，放开我！哎呀，救命！走吧，俊杰。走。嘿，哎呦！小心点儿。嗯。哎，慢点啊。小心。哎，你下去吧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哪里不舒服？啊？
都怪我不好，你是为了我才跟人家打架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你走，走，走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？我为了你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对我？我叫你走！我不要再见到你，不要！我不要，不要见到你。你走。行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走就走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死了算了，我要死，死了算了，死了算了。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没意思。俊杰，你别这样。你死了我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离开你了，还有我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你们都是骗人的，我不要你们可怜我，不要可怜我。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我要你活下去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给我好好的活着，因为这是你欠我的。玉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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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俊杰，俊杰，放开我，俊杰。俊杰，放开！雨桐，雨桐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昨天你喝了很多酒，跟人打起来了。然后呢？俊杰，我们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做一个好妻子，给你生一个孩子，照顾好你的生活。俊杰，我还会……别说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要赶着上班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会让你好过。今天又有什么大新闻啊？
报纸在那儿，自己看吧。好。哎，看看。喂，你又吃土豆啊？嗨，我就爱吃土豆。哎，这大发面粉厂的接班人，长得挺帅的嘛。是吗？是吗？嗯。我看看。哦，原来他姓方，是苏家的上门女婿。啊！哎呀！我看看。哎呦，这女的长得也挺漂亮。姓方的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、啊。怎么是羡慕还是嫉妒啊？哎呀，攀上豪门，享尽艳福，一辈子不用奋斗，谁不想啊？可惜啊，长得没人家帅，想都别想。嘿。这报上写的这女的叫苏雨桐。哎，苏老师啊，她是不是你的亲戚啊？不是的，我怎么可能有那么阔绰的豪门亲戚呢？不是的，就是豪门千金和穷教员八竿子打不着。卢老师，你怎么会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啊？这不是巧吗？你看苏雨桐、苏雨涵，只差一个字。哎呦，别看只差一个字，这命可就差远喽。嗯，苏云，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？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你难过什么呀？祝福雨桐才是，你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才是。你哭什么？君姐，雨桐，别辜负我，祝福你们，我祝你们好奇宝宝，趁我不注意，拿了我一包面粉或水，说是要包包子，弄得自己啊满头满脸都是面粉，这不刚洗干净吗？是吗？康康，你怎么那么顽皮啊？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康康想做包子给大伯大妈吃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哎，不过小孩子顽皮点好，否则大人才要担心呢。康康。妈妈不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乖，要听话，不能让大妈累着，知道吗？大妈累了，康康给大妈捶捶背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只要我一说累了，她就使劲的给我捶肩、捶背。你说怎么能不招人疼呢？是不是？妈妈，我帮你拿菜，拿得动吗？拿得动，拿得动啊。那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。走走，好好好。对了，嫂子，今天啊我领薪水了，这个呢是康康这个月的保姆费，你拿着。不，这个钱啊我不拿了，你多留些钱在身上，将来会用得着。将来？将来怎么回事啊？上面有公文说日本人蠢蠢欲动。哦，你梅大哥去城里开会就是去讨论对策了。哦，怪不得，怪不得这两个星期啊梅大哥老是往城里跑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记住啊，千万别说出去，免得人心浮动。哎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必须要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嫂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先通知我。但这事情啊一码归一码，
所以这保姆费你还得拿着。不拿了，四年了，康康在我们身边也给我们夫妻带来了很多的快乐，现在不拿以后也不拿了，你还是把钱存起来，康康以后啊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嫂子，你跟梅大哥都是好人，等我以后有能力了，我真的要好好报答你。哎呀，谈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咱们呢就是有缘啊。妈妈怎么跟你说的？吃饭的时候不能玩玩具，放下。来，啊啊，大口大口，哎，好。妈妈，我想爸爸，爸爸去哪里了？不是爸爸，是干爸爸。爸爸为什么是干的？因为你不是他的儿子，他认你做的儿子，他不是你爸爸，你认他做的爸爸，所以呢这个爸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假的？嗯，哎呀，怎么跟你说呢，就是，哎呀，跟孩子说什么啊。我知道了，爸爸不洗澡，所以爸爸是干的。好，我们就这么理解，他不洗澡，所以是干的。那我们吃饭好吗？哎，好。妈妈，我想爸爸，爸爸会不会想我？会呀，干爸爸一定会想你的。那他会不会想你？问那么多话，小孩子，自己吃，都那么大了，嗯，好好吃啊。辛苦了，辛苦。报告总经理，这个星期我们依然可以生产2000吨，除了交付北方大盘商，我们还可以应付嘉定、嘉兴、杭州一带的零星散货。哦，很好。可是记住，千万要注意质量，不能坏了大发的声誉。好，知道了，去吧。方总，华先生，哎，方总，有好消息。好，什么好消息？南京一家大型经销商和原来厂家有一些矛盾，我趁机活动了一下，现在对方已经决定买我们大发的面粉，这打铁要趁热，咱们赶紧把合同签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，明天赶紧签约吧。嗯，走。辛苦了啊。俊杰，先别写了，来，喝碗燕窝汤。先放着吧。你今天一回来就写到现在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答应了报社，必须要如期交稿。那我呢？你答应我的事，可从来都没有兑现过。我答应过你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你从来不会把我的事放在心上。到底什么事？
你说。跟你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了？又惹你生气了？他只顾写他的东西，眼里根本就没有我。为了这么一块朽木，气坏了身体，犯得着吗？我就不信，我降服不了他。看你的样子，认命吧，反正他逃不出你的手心的。我就不信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有什么事吗？把这燕窝拿去给我倒掉。这么珍贵的燕窝倒掉多可惜呀、啊！人家都不懂得珍惜，你可惜什么呀？快拿去倒掉。老夫人，怎么啦？也许是姑爷惹大小姐生气了。什么事？啊，我忘了带合约。哦，小童，前面掉头。好。自作自受。昨天已经跟你说了不要费心思，你偏偏不听我的，自讨苦吃。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是苏家堂堂的大小姐。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穷小子低三下四的。什么话都让你说完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没照你的意思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，嫁给了一个穷小子，所以你讨厌俊杰，你瞧不起人家，所以你巴不得他离开我。没错，我就是瞧不起方俊杰，要不是你寻死寻活的，我根本就不会答应这门婚事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想让我跟他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永远不可能。你在他那受了气，你反过来气我。我是你妈，你能这样对我吗？你是我妈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就算我们断绝母女关系，我也绝对不会离开他。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就这么跟我说话？志伟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要是在这个家里，我们大发面粉厂总经理的位置也不会让给一个上门女婿啊。俊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取东西。俊杰，你站住！我赶着要去签合同，有什么回来再说吧。说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说话？你又想怎么样？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无视我，冷淡我？为什么？
为你是谁呀？竟敢跟雨桐这样说话！如果不是雨桐，你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穷光蛋。什么东西？卑鄙无耻到极点！如果你这么想的话，那我辞职不干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不干就不干，说大话谁不会？你吓唬谁呀你？我才不信你能舍得这样的荣华富贵。妈，你少说两句，你清醒一点吧。他就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才娶你的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好，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，那雨桐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从来都不想，也永远都不会想要占你们苏家半点好处。听见了没有？才聊几句你就露了馅了。你看到了没有？他根本就不在乎这段感情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根本就治不住他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害得你妈跟你一块吃瘪。